但是今天我们带来普通的家常菜，对，就是多普通的食材，告诉我们，就是你们平常家里会有虾米啦、香菇、娃娃菜、牛锅、马户、马户、肉松，这个可以炒菜哦，可以加在菜里面。他家里面常见的东西，红萝卜丝，香菜很水哈，然后这是猪油葱嘛，这样，对，猪油葱，猪油葱，然后蒜末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还有芋头啦，芋头在哪里？芋头。后面哦，芋头在里面，用蒸的是不是？芋头蒸的，蒸好芋头。燕客菜菜名叫做古早芋头炖。古早芋头炖，什么叫芋头炖？就是芋炖，它是一道已经有点半失传的一个古台菜。哦，计时开始。哎，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油啊。它这道的话，其实又一个别名有点像，叫做三八炖呐。三八炖哦，为什么叫三八炖？为什么啊？在台语三八炖哦，它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有点随便的意思，就是什么东西都丢下去，对，碎碎角角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做这道菜。它会不会是一个有芋头的北菜肉啊？是这样有芋头的北菜肉吗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哦，那表示很像就对了。哎，鲜度上会有一点落差。鲜度啊，当然有芋头的香气，芋头这么高逼，哦，被挡逼掉。小钟，你蹲一下，害我们被骂三八。会长，很有趣。对啊，会长怎么不来主持啊？这个桃子讲话也直接哦。哎，真的跟桃子姐蛮像的。哎，我们接下来把娃娃菜放上去哦。里面先用蒜头、香菇爆一下，陈哥小心。来，再加一点虾米。先炒一下，让它香气整个出来。哦，这都爆香。对，时间过了一分钟，那个虾米再炒一下，那味道更香。对。然后我们都已经闻到香气了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刚才这个香菇水，香菇水放下来，然后高汤也下来。那什么高汤？鸡高汤。就普通的鸡高汤哦。鸡高的大骨高汤也可以吧？对，然后跟一点红萝卜丝。啊，你这碎盐呢？秀色可餐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就这样盖着，让它焖哦。对，给它煨一下下。要炸蛋酥了。对。哦，芋头脆好啊，秀。我练比较秀。哇，你都有练铁砂掌。哦，真的有练过。其实心内想秀个要死。接着我们把蒸好的芋头，你要冲下，稍微敲起来。那很烫嘞，你要用手敲哦。对。哎，那个敲很烫。我们有打字幕敲，那个知道怎么打？敲就是搓啦，搓搓搓，对，敲搓搓搓揉搓揉，哎呀，哇！再加一点那个红葱，真的会烫，对对。红葱，再加搓两下，马上哎，对，会烫会烫会烫。这个烟就知道了啊，很烫哎，真的很痛啊。我就问过厨师说，能这样不痛吗？他说要。啊，真的，像我现在其实是内心在哀嚎，真的，但我还是要笑笑的。而且很奇怪，芋头跟猪油搭起来就是很香。对对，味道一定要猪油。对，台菜有一个那个俚语啦，叫猪油加红葱，猪皮胜海参啊。哦，对，因为古台菜我们其实很勤俭，我们都把一些胜海参呢，碎碎角角的捡起来哦。好，那下个礼拜来露营，肯定要手要包起来，要包起来。这道的传统一点的做法，其实我们是用碎角肉，然后再下去一起让它去吸那个的味道。碎角肉，对，就是就猪脚肉嘛。对对，以前宴客时候你可能剩下来的一些碎肉边角料啊，对，就一起。哎，今晚就胖了，又有那个油葱酥。有没有一定要哪里的芋头啊？假鲜的吗？还是什么？如果是这个季节的话，可能还是大甲的。屏东的芋头，高树那边的高树比较好。时间剩下两分钟，好来，然后我们这时候把肉松。哇，这样一定好吃的啊！肉松就是取代我们绞肉的那个部分哦，吃它的纤维。肉松也比较香啊。对啊，这样子是这样又下去炸，什么意思？没有炸，因为肉松它已经烤过了嘛。你如果是绞肉，你还要把它炖到香。哦，你的肉松是烤过的。哎，这朋友来弄这个出去多有面子啊！真的哦，痛哇！啊，哎哎，烧不出来。哎，塞，哇，好漂亮！这像餐厅的菜一样，利用一点时间做蛋酥哈。有闻到了，啊，下楼下楼哦，我靠近吃饭嘞。倒数最后一分钟，好，快点呐！倒数，
哦，要炸弹，炸弹！你说，一定要把我炸弹完。哦，拉高，嗯，对，对，对，好，来，漂亮，漂亮。再等一下下哦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帮汤调一点味道，对，要差不多喽。来一点蚝油，油，沙茶，再蛋酥好。哇塞，哇，这颜色碎啊啦，都没有破掉呢。嗯，是再抓个芡水。你骄傲什么嘛？他最擅长很会炸蛋酥，最擅长的边边啊。这很重要，有的你拍他一下，他自己知道要翻。真的，全知道。好，差不多，来起锅前，我们锅边淋一点污醋。锅边污醋，这碎一点点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安尼丢逼呀！哇，哎呦，这淋上去还得了？哎呦，继续计时。哇塞！真的是宴客菜了哎，可以了。哦，碎的，来整片再盖上来。哎呦，漂亮！来完成，完成。厉害啦！嗯，他要拿水这个动作就是多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老师啊，刚也好吃。而且我觉得加肉松感觉很好的是，因为它会把整个味道全部大家都带出来。嗯，对。其实我觉得肉松比你去炒那个猪肉的时候还要好，效果还要好。嗯，大直市场那个肉松要去哪一摊买啊？啊，一定要那一摊哦。上网一看就知道，天下第一摊是不是？你要打大直市场。3个字4个字，哦，可惜了，那我们没有让你们吃到好料，没关系，请拍谁？好了，非常精彩，哎呀，好。